扫帚飞行是大家最喜欢的魔法，所以等等我们要带来一首经典，有非常多扫帚飞行的场面哦。它会悠闲的在城市中，或是在山中，或是狂风暴雨中飞行哦。这部作品呢，就是《魔女宅急便》，轻松又温暖的曲风呢，伴随着整趟的飞行，让大家体验自由的快乐。但有时候天有不测风云，所以听到很紧凑的音乐的时候呢，就是暴风雨来的时候。请大家站稳脚步，拿上你们的光轮2000，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喽！Thank you.